海港城的对面还有一些老楼，这就显得非常的突兀，就很像是纽约或者像是印度那种感觉。一名内地女网民日前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影片，标题是五一的香港，一个狗都不去的地方。片主讲述了个人对香港的观点，第一，香港的基建设施老旧，例如香港市面的楼房道路太老旧太破，繁华的现代化商场对面就有一些旧楼，显得很突兀和格格不入，就好像纽约或者是印度那种感觉。第二，楼和楼之间非常密集，但在全新落成的建筑物隔离，可能有些居民的楼已经是有近百年楼龄，但是在内地是完全不可想象的。第三，香港经济市场猖獗，这位内地女人就以五一黄金周香港的酒店价格为例，重庆大厦以前500块一晚的酒店，在五一假期期间涨到了6000，这真的很离谱。但是呢，这竟然是被香港社会所允许的。影片发布之后，网民都留言反驳，为了流量使不使这样，你真的去过印度？也都有网民留意到这个人的 IP 显示在中国香港，按入去个人档案度显示他在香港读书生活工作长达9年时间，网民见到这样都忍不住留言说，更不好你都留到9年，真的没说服力。